梦情缘。什么？好，你等一下，我这就来银行。所以啊，我不想听理由，除非你现在就把这笔利息给还上。抱歉，一旦永生无法按期还贷，就会陷入财务危机，那我们会有破产的风险啊。所以这笔钱一定要想办法还上，把天通庵所有地皮的地契给我。地契不是都被杜经理给拿走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地契呢？卖了。卖了？